有四位球员在190公分以上。哇，新帆，哇，这个包夹，杨敬敏给到唐马士。哇，杨敬敏给到唐马士。哇，陈谦要推这一下。哇，哇。还好我推的是汤马士，就是说他不会生气的，他真的是一个很 nice 的一个球员啊，微笑小火车。对，那这也是工程师的第5次团队犯规，要把汤马士送上罚球线，两罚都进的话，国王队能够立于不败之地。我在第4节。汤马士整打满这整节哦，穆伦斯没有机会上场，但是说在汤马士还是在教练心中的一个中流砥柱哦。哇，这个球没有罚进，哇哦，那这一球没进，对于比赛来说埋下了很多的变数哦。是，汤马士在伤愈复出的第1场比赛上场了30分钟，就目前为止。今天个人也有16分进账，外带20个篮板球，2罚中1。